萨饼干大家吃过吗？哎呦，这个好萌啊，它的包装又欺骗了我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每天和狗狗一起敲快递的谭小谭。你怎么那么懒的嘞？我发现我家养的狗都跟我一样懒死了。今天吃这个，这个是披萨饼干，大家一定都吃过披萨，也吃过饼干，但披萨饼干大家吃过吗？就这个，而且它这边已经被，就是因为快递非常的那个，但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还没开开来，也有点破损嘛。哎，好吧，没关系，看图片还是很不错的哦。那我们打开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今天就开始吃吧。哎呦，这个好萌啊！看一下，确实是一个披萨的样子，然后后面看是看饼干的样子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那个果粒干的感觉，尝一下。这果粒干挺硬的，然后这个饼干我感觉其实还没有我们普通的饼干好吃，真的就是它的包装又欺骗了我。其实就是它做的很好看，但是它味道一般般。嗯，好吧，大家还是尝试披萨或者饼干。披萨饼干嘛，大家要选对做得好的人家。嗯，这个感觉味道一般般啦。好，那今天就试到这里吧，这款就先不推荐给大家。你要干嘛？吃饼干啊？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宝宝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